这是敬拜的时刻，那么心这时候来转向上帝。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也亲近我。主，愿你自己的圣灵，主这时候降临在这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愿你的光来照我们。主，愿荣耀都归给你。主，感谢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诗歌再次给我们提醒。主，你的爱使我们苏醒，可以睁眼见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这时候真是深切渴望能活在你的手中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再次来点醒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随你而来跳动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，主，能够在你面前主省察自己。主，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忙碌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有多少时间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赦免我，主，赦免孩子。主真是，但是感谢你设立的主日，就是让我们真的要平静安息，主来到你面前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你来跟我们每一位来说话。主，愿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。主，看到主今天的诗歌，他说求主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，求主使用我荣耀你的圣名。今天传道也要来讲主保罗的勉励，主啊，主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再做小孩随风飘荡，而是愿意在你的爱中彼此联络的合适，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。主，巴不得你的话语主再次的来激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主愿意更多的摆上自己，顺服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教训。主，起来，主对你的爱有所回应。主，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敬拜主被你自己所看重。主啊，主，这时候主我们就愿意主割下手中所有的杂物杂事。主啊，主，这是专心的来在你面前仰望，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。主，愿今天的聚会主满了你自己的荣耀。主，你也赐福我们的传道，主让他口主满有你自己的全人，主扎我们的心，主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，主我们真是更多的归向你。主，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在你面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现在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要读的圣经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。哎，我们翻到的时候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啊，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啊。好，我来先开始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十二节，请。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
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13节，唯有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乃皆各爱各施，照着这里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要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16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，请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用我们读神的话得神的祝福。我们下面就要请传道为我们来分享今天他要讲的题目是同心协力。